生好，主持人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两位好，谢谢你们的专辑。真的真的，大家的专辑要介绍给新加坡的朋友吗？是，尤其是啊，刘丽，不是刘丽扬，刘丽扬的歌我很喜欢，那首《我就是这样》。谢谢。我们的飙高的部分呢、啊，简直把我的整个灵魂拉起来呀。那刚刚在我们的这现场，我们也听到两位合唱的这首歌嘛，合作的这感觉怎么样？又叫来说一说。每次跟丽扬唱现场唱这个时候，本来应该是情歌的，可是都会唱的变得比较嗨。对，可能那个这我们可能那个节奏，可能它也是属于就是比较嗨的那种，对。其实又像很多人对你的评价都很高啊，谢谢，因为你的歌路很广啊，尤其是专辑又有什么歌剧的啦、R&B 的啦、Jazz 什么都有。那第一张专辑你发出之后呢，会不会感觉压力特别大呢？就是希望呢，很用心的唱歌给大家听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听看看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，这样子。就好了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听我的歌，谢谢。好，那当然刘丽扬也带来了这个专辑嘛，最新的这个专辑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专辑里头？我的最新专辑叫做《我就是这样》，那这张专辑也是筹备了，谢谢，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也就是我加盟华研以来的一直在做这个功课，然后也非常的吃惊，新加坡有这么多的歌迷喜欢我的音乐。所以就是非常感动。两位很多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出专辑，第一次合作，第一次到新加坡，喜欢新加坡吗？觉得我们的影迷够热情吗？我很喜欢。而且新加坡的空气跟环境都很干净，我觉得好像很适合生活。很适合，对。所以你是有想到来这里定居是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的鼻子不好，可是来这边呢，因为室内就是都没有什么脏空气这样子，然后都不用戴口罩，所以我常常来了。想不想又叫常常来？是，他这么喜欢你们？对，之前我跟刘丽扬聊过嘛，他也是觉得新加坡的天气也不错吧？你不会觉得太热了？不会，我觉得因为新加坡的绿化很好，就是到处都是花花草草的。因为我在家就喜欢种花种草，所以觉得说这边很舒服。对，好，那大家今天要非常感谢两位来到现场，那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哇，这么年轻，那么有活力。对，真的，而且歌也唱得不错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那当然，这时候呢。